乱跑乱跑。我好像知道你，我们去爬俊大，对不对？好，是爬坡吗？我后面没了，今天的后面没了。快坐下坡。好的。瑞子说他没有运动到。啊？那再下去。我今天运动量很够，你怎么来哦？好漂亮哦！点吧，啊，那边一个小仓屋，多加屯山屋。Rex， 哎，这个是什么啊？你说多加屯山，多加屯山屋。哦，紧急避难。这一不到十分钟，太阳冷。哦。哦，大家都上来比较高一点的人拍，那很漂亮，看。11.7，我不是很想再进第三次，你可以去看看，然后他跟克拉叶长得很像，对，克拉叶，你去之后你就知道你要不要去克拉叶，对对对，你为了你的粉丝，你应该要去一下，对不对？我想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好，带大家去看一下，啊，你要进去是不是？对，他要进去，那相机拿给他，直接帮你拍吗？没有，没问题啊，很近，我，哇，都是这种，哎呦呀，都是这样，哦，蹲滴滴。哈哈哈哈哈！铁砂锅，到了不动一分钟了，上了不推荐。啊，就这样，然后乖，还不如去前面那个走道面看就好了。啊，好了，就是进来才知道，进来才知道。啊，我帮你们带进来，你们之后可以不用进来，就这样而已。对，多加屯山，还是只摇拍一下，知道就好了。走。我们刚刚是从这边进去嘛，看多加屯山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转个弯。那个好漂亮，那不是什么山呢、欸？等一下我看那个好美，好漂亮啊！那个就是南湖啦，好漂亮哦、喔！如果没错的话，那是南湖的话，真的是俗称的帝王之作。好漂亮、喔，真的。俗称五玉之一，对啊，你就五玉都爬了、欸，玉山、雪山、南湖，然后北大武，他上个月，哎、欸，这个月去爬，这个月去爬，然后他再插一座，啊，好美，这样看，好美，对，真的好美，因为这边一个陡下，超级陡下的，而且这种花，哇靠，下山好几十公尺，看。哦，那这个上来一定很累。刚刚这样子。对。哦，好，了解。然后它就会顺。哦，懂。懂，原来。哎。哎。好、哦。走吧。真的会滑哎、欸。天气超级清澈的，对，这差好多哦。跟我觉得刚早上天气不好，就是刚刚经过的那个云海。姐姐，你要不要带你的冰雪奇缘的装备来啊？冰雪奇缘的装备啊！你不是说要帮森用冰雪奇缘的啊？这路很适合、啊。对啊，这边很适合哎、欸。对啊，这上来很难爬吧？哎呦，恐怖！还没下来的，对，这样跑掉哈、哦，这个医院连十分钟都来不及。没关系吧，就先体检嘛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有小护士，我们的 Sam 是小护士哦，太好了，都是睡姿。还要加下坡，第一次走到这种路，特别。
啊，我的冰掉进去鞋子里面了，臭了。对啊，还蛮大颗的哎。对，这赶快赶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，既危险又漂亮的地方。啊，都是冰，下面都是冰。你那个垃圾袋是怎么捆的啊？这个吗？对啊，它是有摸，像是有一个皮带的夹的地方。哦，我到，我就把它装在皮带上面。哦，我到商务的时候要给你研究一下，我觉得那这样蛮方便的。哎，哦，这太高难度了吧？没风了，一阵风就全部都掉下来。哎呦呀，我这个冰好深哦！直接埋下去了，好笑啊！直接把你的脚给淹没。真的，我要自己拍照。整个淹进去。2:51，啊，从嘉屯山多嘉屯山那边过来，确实有一点点。累呀，啊，到了商务啦，我们今天晚上扎营的地方，没有扎营啦，住商务，啊，云林云冷还云岭啊，都有人念，嗯，啊，因为我们那边过来几乎没有休息，几乎都只有短暂的小吃一下东西而已，啊，看一下云林商务的内部，嗯，好像5度左右，真的5度啊，嗯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热的，所以感受不出来。云林山庄，这里中华民国山岳协会理事长周百也提。好，来先看一下。好，这边是放登山杖的。哦，而且上面还可以，我记得那边有那个秘密花园。秘密花园，秘密花园，上面还有一层。那个秘密的，通通的秘密的地方太好了。哎。哦，上面还有5/1/5/2/5/3/5/4/5/5，所以可以睡55个，上去。对。哦，上面是隔起来，那个通常不开，那我是不知道是管理员比较自动的，还在上面那边。对。哦，然后这边有睡垫。好。然后，急救包。哦，这边有放急救包。然后看一下，这边是。协作可能会在这边煮饭，辛苦了辛苦了 ，Hello， 辛苦了，大哥真的很厉害，大哥这样子背几斤啊？30斤。然后大哥是服务我们的吗？啊，是服务我们的，对的。哦，我们这三天都是这位大哥的，没有，他明天会下去，哦，明天要下去，就下去了。哦，哎，那煮呢？煮是另外一个，哦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对，我们会有两个协作的仪式，三个，哦，后面还有就是第二天跟第三天的，大哥。就要趁天黑赶快下去喽。对，差不多要下去。那下去大概要多久啊？下去比较快。对，下去比较快。下去大概几点呢？现在轻装大概走多久？3个小时、4个小时。有这么快？大概3-4个小时。3-4个小时就可以起来下，就从边下。而且轻啊，抓轻。哦，好，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任何装备了。我们刚刚已经追上大哥了，然后他都一直保持在前面，他都没有被我们追过，速度还是有，厉害。然后这是应该另外一位。那厕所在哪里啊？哦，厕所在这边，露天厕所。下里面有人。哦，露天公厕。哎，我好像有听人家讲过，说这个真的很好，说还会风一大就会飘起来的意思吗？这我不知道。我听说好像说有人在那边咕咕咕，然后风咻起来，一阵冷风。然后听说好像两个，不知道听谁说了，忘记了。哦，这边有那个蓄水的。是抽，应该是上面流下来的，然后蓄水在这边，看看下雨，反正还是要节约用水了。觉得今天一整天前半段多嘉屯山，我觉得都还不太累，后半段比较累，可能是休息的次数比较少，因为我们从中午那边吃午餐过来就几乎没什么休息，然后下坡也比较多，路不太好走，因为它有那个冰嘛，而且会滑，下坡真的不太好走。那边两间，这边一间是吗？对，哦，这个是开放式的，这个是没有。
只有那个木板。我懂。哦，所以那边两间，这边一间，好，那我再轮流体验一下。那如果要打电话，就去站在厕所那里。哦，厕所那边讯号做好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闻到味道了，呼，刚进厕所。啊，那边有两啊，那边那两间是长这样了，没有啦，就是那个什么有门的。如果女生的话，建议来上这间。啊，这是没有门的，直冲下去的。哇，尿哎。哦，我觉得我还是去上那一间好了。难怪我说有人说这边蹲在这边，然后就一阵风很起来。哇，好了，我这边上好，这边上好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就这边啊，跟大家宣导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这边就是有人上厕所嘛，他这边有写说湿纸巾和卫生纸在这边没办法被大自然分解，所以如果你有塑胶袋的话，你就带一个塑胶袋上来，然后把它带下山会比较 OK。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边有个传统啊，就是因为这边风很大，那如果你用完厕所之后，记得把这个拿。关注，这样子它就不要砰砰砰砰的门就很容易坏掉。就你看现在有这么好的设施，不然以前那个设施可能红线上来，那尿都喷上来了吧？对啊，像有这个设施，我们就好好的爱惜它。OK， 那黄鼠狼应该跑掉了吧？啊，它都这么吓人。我觉得那么多人在那边看着他，应该也不敢来吧？还是会有，他刚刚就在乱跑乱跑。我好像知道你，我们去爬俊大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哈！俊大什么？锦丹的那个？阿汉呗。他叫什么？阿汉呢？你们在是吗？没上来，有过吗？啊？没上来过啊？他没来，他没来。门里长们要来，他们要来，就他要因为爆。